主办的杰出上市公司大奖2018颁奖典礼。在这个时间，首先邀请郑主席为大家致欢迎词。我们今次一个很特别的颁奖典礼，我们做到一个就是中港两地跨境的平台，还要我们突破了只是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传媒去颁的认受的奖。所以我们今次选出来的29间公司，在香港有史以来，我敢说是特别具认受性的杰出上市公司。不过今日的世界环境，只要大家顾住赚钱，就大家会提供各种服务、各种需要给社会。哇，扮嘢嗰啲公司未必是杰出的公司，赚钱的公司才是杰出的公司。今后大家一起努力，做一个真真正正赚到钱的杰出公司。能够成为杰出的公司，除了本身要有实力之外，另一方面那个成功关键是有把握机遇。祝愿各个得奖的上市公司在来年同样能够把握更多的机遇。而作为杰出的上市公司，除了要取得出众的业绩之外，亦都应该要具备良好的企业管治，以确保我们香港的市场质素和声誉。接下来会颁发的公司就是新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。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。接下来获奖机构是威扬酒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。好多谢AM730、PL Asia 和 Roadshow， 还有评审颁这个奖给威扬酒业 YSN Limited。接下来获奖的企业是力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。今日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奖项，都是对我们集团一直以来的努力和精神的一种肯定。为你集团有限公司。咁除咗多謝主辦單位之外啦，亦都要多謝我哋團隊上上下下所有嘅同事，因為如果冇佢哋嘅努力咧，我哋又唔會有今日嘅成就。今日嘅頒獎典禮嚟到呢一度咧，已經去到尾聲噶啦。咁好開心啦！今日有29間嘅公司獲得傑出上市公司大獎嘅。Cheers！ 恭祝今日咁多間傑出上市公司業務蒸蒸日上，恭祝現場咁多位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噶。You're in love with me.